忘了。你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做爆米花。好啊，你准备是什么东西呢？玉米粒、面，没有加多了。那这是什么？你试试看你。那是什么？不要太多。是什么？应该是盐巴吧。好，那是什么？盐巴。好，还有什么？最后是好什么？奶油。好 ，OK。还有呢？是什么工具呢？两个保鲜膜。还有在你手上是什么？叉子。好。要开始吗？好啊。现在要怎么做呢？放去的。好啊，那你先把奶油放进去，来，汤匙给你。谢谢。好，还有呢？哎，擦汤匙。哎，我手上汤匙也有。好，还有呢？这个。那个是什么？玉米。玉米粒。玉米粒。好，可以了吗？没。好了。OK， 先关起来呀。啊，知道。喂，你要不要放在这里？这个不对。OK， 然后现在要怎么做呢？要把盐抹掉。好。那个，你会吗？你需要我的帮忙吗？需要。谢谢我的帮忙。好啊。你可以帮我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它会爆炸。哦，还没。然后呢？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开解不？我要三分钟哦。三。哇，要等三分钟吗？嗯，好了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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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等一下，妈妈要摸摸妈妈。还是爆米花出来了哦。现在要怎样呢？要这个。好，加盐吧。加去。好，加盐吧。加。好，加盐吧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。好，可以了，不要太多，危险哦。好。OK。开搅。试试看。大家，我已经做了爆米花，我
我在这样子帮你刮。再见。好吃。